Hello， 各位現場朋友你好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OK， 我係小齊，咁今日咧會喺度為大家變魔術。好啦，咁入來時間咧，我想揾一位嘅現場朋友，一位現場朋友，大人又好，細路仔又好，邊位想上嚟嘅？就唔好舉手。哇！好踴躍喎，嘉賓都咁踴躍喎，係嘛 ？OK， 有邊位現場朋友係想上嚟幫幫我手嘅？一個簡單嘅魔術，嗱唔好太醜啊！睇下先，冇理由咁少人啫喎嚇。哇咦 ？OK， 通常咧魔術師咧都係揾女士嘅。嗱 OK， 呢位女士咧，麻煩你咧，請移玉步過嚟我哋舞台上面啊！OK， 呢邊小心梯級，係啦 ，OK， 好啦，啊，歡迎你嚟到呢個舞台，咁呢個舞台咧就交俾你啦 ，OK， 講笑啫，好啦，閒話少少啦，想問你有冇玩過啲啤牌嘅魔術咧？冇 ，OK， 咁今日咧好簡單，呢一副普通嘅啤牌啦，啊，點樣檢查先？係咪每一隻都唔一樣？快咧就係好似做咗會咁，嗱冇做會啊！哎呀，真係你唔可以咁樣啊，知唔知啊？嗱 ，OK， 我哋行翻前一步，同觀眾更加近距離，喺呢個位置啊，係啦。OK， 咁有耐時間咧，呢個啤牌咧好多隻，咁而家我會用一道牌，你隨時嗌停，大聲少少，咁我就會停喺你所需要嘅啤牌嗰度，明唔明白？係唔使諗啊，你就嗌停得噶啦，好簡單，淨話停得噶啦，唔使諗係啦。OK， 準備好未？嗯 ，OK， 一二三，咁你又話唔又話得，咁慢一陣啦，你多次啊，唔會好多機會嘅咋，嗱 ，OK， 一二三，嗱，自己睇，冇俾我睇，俾現場觀眾睇 ，OK，OK 未？得未？得啦嘛 ，OK， 麻煩將佢攝翻落中間，喺現場睇睇咗未啊？記唔記得噶？記得啊嘛。OK 啊，你真係有趣嘅。好，你睇人哋覺得你係每日搞到，唉，真係，唉。嗱，後面嘅現場朋友睇唔睇到嗰只啤牌係咩嚟啊？睇唔睇到？咦，有啲人認口喎。嚟多次 OK， 唔緊要。喺呢個場下，我哋嘅大啤牌就要出場。好，麻煩。在呢副啤牌入邊，揾翻振華你嗰隻啤牌出嚟，然後俾現場觀眾再睇多次。但係記住，唔好俾我睇，唔好俾我睇，係啦 ，OK，OK， 睇多次啊 ，OK 未？現場嘅朋友睇好未？睇到未？啊，仲有五秒廿三二一 ，OK， 夠鐘 ，OK， 打翻入邊。好 ，OK， 歡迎。好啦，想問你條簡單嘅問題，有冇睇過《哈利波特》呢套電影啊？睇咗第一集。冇問題，睇過就得㗎啦。想唔想好似入面嗰啲魔法師咁樣咧，有魔法啦？好啊 ，OK。呢支魔術棒就係今日賜你嘅道具。好，麻煩企喺呢個位置，喇叭前面吸收下啲正能量。然之後咧，你唔好笑啦，你企呢個位置啦，係啦，係啦，擺到明唔係做馬啦，應該好合作咧，係係，你擰過嚟，擰過嚟，係啦，向住呢張台。三個圈之後咧就講創新科技嘉年華 B， 咁你嗰只啤牌咧就，咁呢只啤牌就喺個啤牌盒度彈出嚟噶啦。OK 好，準備好未？嗱，阿企呢度，我驚你太過激動。OK， 準備三二一，揈落去。你拍拖唔係咁噶，你俾少少感情向住呢個盒啦。OK， 我控制你，你企過嚟呢度，唔得。準備講，望住佢喺呢度呢度，你遮住啲觀眾啦。係，你過嚟呢度，係啦係啦 ，OK OK， 好準備。創新科技嘉年華 B。OK 係。我叫你係對住啤牌啊，唔係裙腳啊。點解我逐尺同你計噶？知啊？嚇嗱 ，OK 嚟多次，對住唔使近嘅近就唔係魔術啦，係咪啊 ？OK 嚟多次啊。創新科技嘉年華 B。
對住裙腳唔啱係對 pair 牌嘅。你認真少少啦，好嘛？冇時間㗎啦。你好似話我仲猛咁樣，嗱嚟多次啊！長生科技嘉年華邊？你真係麻煩啦！呢支花我諗住送俾嘉賓嘅，啊！你唉、哎、真係，不過唔緊要，做完呢個魔術師同你計啊。OK， 嚟多次。哎呀，揾唔到啊！對住 pair 牌啊！我覺得你眼界咧真係有啲問題嘅。咁啦，向住呢個黑色嘅點點 ，OK。有一次，長生科技嘉年華邊？呢只啱啱？啱啱呢只花啱啱？啱啊？係咪呢個 pair 牌？係啊。唔係呢個 pair 牌啊？係咩嚟㗎？呢個係咩花？呢個係咩花？呢個係玫瑰花。二同三差唔多啫，不過唔緊要，我係魔術師，唔會令你哋失望嘅。OK， 麻煩你合作少少，嗱合作少少啊，講多次呢個魔術咒語。長生科技嘉年華邊 ？OK， 怕咗你啊，梅花二係咪啊？係咪啊 ？OK，thank you。唉，原來揾觀眾都係一個難度嚟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嗱，證明咪做馬啦，佢咁唔合作係咪啊？好啦，咁以後時間咧，揾咗個小朋友，冇啦，就你啦。我覺得你好精靈可愛，麻煩你過嚟幫我手，我唔想揾姐姐。我真係怕怕。OK， 好啦，麻煩你個 pat pat 坐呢度，係啦 ，OK。好啦，咁以後時間咧。好啦，以後時間咧，我會為大家咧演一個科學嘅魔術，希望各位現場觀眾、大朋友、小朋友可以明白個個鐘嘅理由係點解。如果明白，最後我先解釋俾大家聽。OK， 麻煩咧，拎住先。放心，唔使驚，我都係第一次做，唔使驚啊！擺高少少，係啦，喺個頭上面先至刺激嘅。然後將個波掉高。OK，thank you。點啊？驚唔驚啊？唔驚啊！啊，咁呢個係做馬嘅呢個。OK，thank you 你先 ，thank you 你先。好啦，想問下各位現場朋友知唔知點解咧？你都想唔想知點解呢？咁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簡單嘅科學嘅魔術。咁其實咧，只要喺支針上面咧搽上一陣薄薄嘅油，咁咧就可以做到呢個魔術。正如咧喺一啲生鏽嘅鐵上面咧搽翻一陣油咧，就可以防鏽咁嘅原理嘅啫。咁其實咧油咧係可以隔絕空氣嘅，咁所以咧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翻到屋企咧可以嘗試下呢個魔術。但係咧小朋友記住，有家長嘅陪同先可以嘗試。OK，thank you。好啦，現場朋友仲想唔想睇啊？定還是想N 啊？搞掂啊！我翻落觀後台啊！想係嘛？想嘅想應該唔係咁樣嘅喎。OK， 送多個魔術俾大家，希望各位現場朋友會中意。
在嘅梅上雪花會為各位現場觀眾帶來晚祝福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嚟緊聖誕快樂，非常順利。